三哥，这撅着了，撅着，一二退，啊！我操你妈！这里头拽了一帮货似的。大家好啊，我是溧阳蛋哥，今天咱们在养殖户里边来抓驴来了。看这驴怎么样啊，蛋哥？可以可以。味道好。都是东北驴啊，500多斤的，全部好体型的，没肚子。这一圈咱们价格已经谈好了。老板要22块钱，咱们那个给他定了一下价，少了1毛钱，21.9块，17头。一会儿准备找车装车开始。车过完秤回来了，这咋了又过不去了？在村里边装驴就是这样，那个有线挑放驴。好了，一共几把肉都没了，炸。从出来点了。三哥，这撅着了，撅着，一二退，啊！我操你妈！这里头拽了一帮货似的，立起来的呀！叫着叫着呀！终于装完了啊！关门关门。